是对我们感觉现在人口比较少。我因个人兴趣不合，我已经早就已经没有助理这个职位，我已经辞退了。就是警方自己收包包看到，因为我的交友不慎，造成妈妈的困扰，觉得对不起妈妈，又影响社会观感，在此跟大家说声对不起。当时我是搭乘他的车，与黄先生我们去吃饭，然后我并不知道车上有所谓的违禁品。